太秀珍了吧！这嫂子长得挺狂野呀！太尴尬了，我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她灌醉。太尴尬了，我得赶紧迷晕她。夫君，你先说。我看今日是我们的良辰吉日，不然我们喝杯酒吧？好啊。 夫君，你也好小巧啊！来，请，请，一个人喝酒多孤单啊！ 不如我们喝交杯酒，喝，来，夫人，我在。哎呀，我在，怎么有点晕？我怎么也有点晕啊？ 夫君，夫君，累死我了！完了。 零零二，如何？老大，都安排好了。他们跟多曲少女失踪案有关，务必谨慎。是。明天人一到就动手。啊！嫂嫂。夫君。 夫人，你不是我夫君，你是个女的吧？啊，就是。夫人，该向大夫请安了。小姐，世子呢？啊，我哥他，简直是胡闹！嬷嬷，你虽然是庶出，好歹也是个小姐，竟然敢替你哥哥去入洞房！ 传出去成何体统？你让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母亲恕罪，昨夜哥哥临时有事，先行离府，我担心嫂嫂一个人，这才假扮成哥哥，还敢顶嘴！嬷嬷知错了，嬷嬷不敢了。儿媳，昨夜之事让你受委屈了。不委屈。 不委屈。小二，我的菜呢？来了，客官。来了，客官。两位客官慢用。 白天的关什么门呢？小二。
给本公子上最好的菜和一壶最好的酒。小二，小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良家妇女，放开那个女孩，否则别怪本公子不客气。各位壮士，打扰了。壮士，你流鼻血了。